最近不少艺人会在社群平台和网友分享二十几岁拍摄旧照，其中今年39岁育有4个孩子的白嘉琪，6月4日跟起这波流行风潮，在脸书晒出过去20岁和现在39岁的对比照片。从他分享的照片中可以看见，20岁的他肌肤的肤色比现在黑，拥有一身小麦健康肤色。他拍照时开心比出一夜的手势，笑起来的模样非常甜美可爱。有趣的是，他觉得过去和现在的眉形差别很大，在贴文中幽默发文表示，只能说眉毛真的很重要啊。看一下说我的保养品真的很厉害，事实证明我是欧巴 day， 真的是认真保养才变白的。许多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大赞他从以前就好美，还有人觉得他20岁时好像一个小男孩，非常可爱啊。